人生一定有他的轨迹在那里，咁佢嗰個人生只能夠係跟住佢嗰個軌跡去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已經唔再跟佢嘅本身嗰個五行八字嘅嗰個版圖啊，可以講話可以叫做係重複翻啊，重複翻。咁但係你唔可以重返 B B 仔嘅嗰個年紀噶嘛，係咪？你就算你嘅運數係好似重複翻嘅話，你都唔再係以前嗰個你噶啦。咁所以啊。有很多人呢，他們不是太明白，也都沒辦法真正地去接受到他自己的這個人生，人生的軌跡。至於現在的人，我們看好像、遇到有癌症啊，或者艾滋病啊，或者現在的一些心肌炎啊，或者、現在很多的一些叫做絕症啊，或者有某些原因，不知道是疫苗啊，定或是、其他的什麼原因，令到他身體出現很多機能上面的狀況，就算 even 他的腎已經沒有功能了，你在古時候如果腎沒有功能的話，是等死的事的了，人都已經浮腫了，然後再給你什麼草藥你吃，你越吃就越死，因為加了負荷給你很快就死了，病入膏肓啊，咁跟住冇得再救啦。但系今时今日嘅医学唔同啦，冇肾咧冇得换肾，唔紧要，洗肾仍然可以吊住个命，三五七年都可以，系嘛？有好多嘅病 ，OK， 可以用啲药啊，咁样可以控制住佢。糖尿啊，唔紧要，呢、這个消渴症有西药，好强嘅，可以即刻将你嘅消渴症禁制咗落去先，系嘛？咁所以呢、這、一个。人生就已經是跟、就是、以前的人是不同了，可以延長了，但是你的質量不會說非常好，有很多人可能延長他的壽命，在那個過程裡面感覺就是他仍然是好像一個、行屍走肉樣，因為每一天就是要吃藥、啊、每一天就是要、用針啊，刺下自己啊，看著自己的情形是怎樣啊，但是他為了能夠可以呼吸多一天的空氣，能夠可以再見多一天的陽光，盡力他都想嘗試去用盡努力去活下去。所以這個是、今時這個年代這個時代的人類的一種狀況、所以講一句說話叫做人民留一半，咁係咪真係就係喺嗰一兩年裏面就叫做人民留一半咧？唔係，喺可能嗰一兩年之後咧，先至再發生，可能係三年、五年、七年都唔出奇，因為佢可以延長到好耐。但係睇唔睇到個景象，會唔會喺呢半年、呢一年時間裏面就睇到人民嘅表情動態啊係點樣呢？如果你行出街而家睇，會唔會有好多人佢就係、是？我今個月已經打了疫苗了，過半年我又打疫苗了，跟住我不知道，我希望就是活，如果不是的話，我可能一中了這個 COVID 的話，我就會死的了、很多人的想法，他的意願就是他一直是活在一種行屍走肉的一個狀態裡面、不緊要，我只要得到這個疫苗了之後，我就可以出去喝酒了，我就可以出去找朋友吃飯了，我就可以出去做一些我自己認為開心的事，唱卡拉 OK 啊，跳舞啊，這樣他的生活，他的人生裡面就是一路來來回回在一個循環，反反覆覆在一個他自己認為快樂開心被尋求到給自己的一個狀態裡面，但是到底是不是真的真正開心呢？是不是真的快樂呢？這個就是你可以看到在這一兩年裡面的人類的一個狀態，這個狀態它就會令到很多人再下去的這幾年之後呢，就會我們叫做瘋瘋癲癲、就昏昏沉沉這樣，因為九運呢，九紫離火運呢，就是會令到人類有這一種瘋瘋癲癲昏昏沉沉，而且呢對個眼的影響非常大。如果你現在去看任何的一間眼科、你現在連 Costco 都有得配眼鏡，你去到24小時去到哪一間，每一間都排著隊，
好多生意，非常多人要佩戴个眼镜，要验一验个眼睛，要睇一睇眼睛嘅问题。因为我哋每一日对住个电脑，每一日又睇好多电视，每一日我哋要花好多精神，我哋要即系做咗好多嘢，伤害咗只眼。眼咧喺中医里边咧就系连个肝嘅，啊肝咧就主眼嘅。咁啊，现代嘅而家又睇到肝咧嘅问题咧，亦都好多。啊，而家好多打咗疫苗之后啦，咁我唔可以讲话系因为疫苗嘅，但系打咗疫苗之后嘅好多人咧，啊咁啱啊巧合地就有高血压出现。啊，呢个血压系揿唔到嘅。是突然間105、106、109咁樣，佢食咗藥，佢都仍然係104、105、104、105咁樣，佢撳唔到落去。咁啊，用中醫啊、草藥啊咩方法咧，或者可以，佢只要解咗佢個肝裏邊嘅一個毒素，同埋肝裏邊嘅一個即係佢個肝好攰啊，嚇，即係俾翻一啲疏肝嘅，即係疏肝嘅一啲藥啊，咁樣令到佢排毒啊咁。咁咧，佢個血壓咧就降翻啲落嚟。喺呢一個情形裏邊，就睇到九紫離火雲對人嘅影響係咩？火嘛，係咪？火就一定係燒咩木啦，係咪？咁啊，肝係第一樣啦，係嘛？金咧亦都係被火燒咧就溶噶啦。咁所以咧，肺部啊，嚇或者呢個肝啊，啊就係會比較容易出狀況嘅一啲地方。咁啊，嚟緊而家啲人話未到九紫離火，九紫離火係只不過即係2024年啊嘛。咁啊，但係唔係嘅，其實2022年就已經咧係叫做即係有咗佢嘅氣，佢嘅氣場已經係吸收到啦。咁就會有呢個類似嘅影響已經出現，即係譬如戰爭啊，譬如有啲人嘅一種鬥爭啊。而家你見到好多人有鬥爭啊。無論咩國家，你而家睇到每一個國家，特別係大國啊，唔好講美國，唔好講中國，唔好淨係講俄羅斯，每個國家都一樣，好多嘅人民都已經同政府即係有一個對立啦，跟住然之後有好多嘅一啲鬥爭喺裏邊存在咗。美國咧就係、是、特別嘅，因為我其他國家我唔係清楚，我就只係清楚美國，所以我一路都只係講美國。美國喺嚟緊嘅呢個九紫離火雲入去嘅時間咧，美國將會係有戰爭啦，有好多嘅人民係昏昏沉沉，有好多嘅人咧會突然間暈倒啦、跌低啦、死去啦，啊，有好多嘅類似眼睛所發生出嚟嘅一啲問題，啊，都會係連帶住啊肝同埋眼睛所連帶住嘅呢啲問題，都會喺呢一個時間段裏邊陸續咁樣發生。呢個時間段係咩時間咧？就係2023年之後，2023年之後一路嘅25年 ，OK， 唔係兩個月啊，唔係兩年啊，係25年。咁有人話死梗啦，咁即係冇人行啦，錯。啊！我話俾你聽，人生咧嘅時代咧係同你嘅運氣咧係冇成正比嘅，嚇唔係成正比嘅。人生嘅運氣咧，即係你閣下你自己嘅運氣咧，係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呢一路咁樣去排落嚟。咁啊，如果自己嘅造化係好嘅話咧，無論係逆境咧，都可能逆流而上嚇。無論係差嘅狀況裏邊。都有人是可以即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好的时间风光的时候亦都有人即是会是很落魄，比如好像早这三五年之前是吧，即是各方面环境贸易什么都很好，但是在那时候
一樣大有人在啊，做得好落魄嘅一樣有啊。有好多人話：哦，依、這個疫情搞到我哋死啦，又冇公開，又冇點樣。但係你哋唔記得咗啦咩？或者你哋冇留意到咩？有啲公司啊，有啲人佢哋可能喺呢個疫情裏邊反而賺咗好多嘅錢，反而嚇、啊、即係啊又攞 PPP 啊，有啲人攞 PPP 都攞咗幾百萬啦，係嘛？咁啊就啊個生意可以繼續經營啦，係嘛？又可以買咗個物業佢啦，又可以繼續做啦。咁而家啊雖然話經濟開始差啦咁樣，但係仍然有好多嘅人。一大班的人仍然有这个钱在那里，所以你说今这个来紧，即是这一年里面我们寻求答案，答案就是其实这个人生里面呢，我们只要做好了自己、啊、应该做的事，我都讲了，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是吧？一命二运都没得改变了，是吧？即是你没说改个名字我就可以改运了，这样没什么可能的事，人生的轨迹已经刻画了在你身上。三风水可以改的，四积阴德也都可以做的，五读书更加是可以做的。所以后面三样你可以去取替了它，帮将前面那两样加固了它，帮它即做得好一点。这样你話解釋唔到嘅喎，有啲人佢真係好好噶，成世人都非常好啊，佢做好多好事啊，點解出門俾人打啊？點解會俾人俾槍打咗啊？咁樣有好多我哋人生裏邊咧睇唔到嘅嘢，累積咗差嘅損咗陰德嘅嘢，我哋自己都唔知道。我就解釋一樣嘢俾大家聽，有華人特別喜歡買屋嘅。话买屋咧，就佢哋会觉得，唉，我租咗咁耐屋啦，无论我喺边度住都好，嚟到美国啊，储咗三五年钱买间屋，我租俾人，跟住然之后我就可以过上一啲比较轻松啲嘅生活啦，咁样个个都喜欢咁样做嘅。咁墨西哥人咧，佢哋就反而唔系咁样。墨西哥人咧，佢哋就系、是、买咩屋啊？咁辛苦系嘛？多啲人住有乜所谓？热闹啲。瞓個覺啫嘛，咁啊星期六星期日咧，佢哋唔會喺屋企嘅，佢哋唔會話啊，我喺屋企享受下，喺屋企整下後院啊，喺屋企點樣？佢哋唔係約埋曬成班朋友去咗，唔係呢個公園啊，去咗嗰個湖邊啊，咁樣就喺嗰度燒嘢食成日，咁啊開音樂啊，淨喺嗰度瞓埋啊，啊睇踢波啊玩啊，佢哋好開心啊，悠哉悠哉，好大嘅公園，佢哋都係即係覺得嚇佢哋自己啊，或者去一個好大嘅一個。踢波啊，球場啊，去邊度你都見到佢哋係咁樣嘅。但係佢哋住嘅地方，佢哋通常都係租，好簡單，好求其咁樣。咁啊，唔會諗得咁長遠，特別唔會好似我哋華人咁樣話買一間、買兩間、買二十間、買多啲，買越多嘅話，我就留多啲俾啲仔女咁樣。咁啊，印度人同華人都幾似嘅嚇，買買買咁樣，但係俾咗自己好多壓力嚇，呢個第一嘅。咁啊，至於。到底他是做了一件好的事给自己，还是做了一件不好的事给自己呢？那这件事呢，我现在跟你分析一下。如果你说买这个屋我留给自己仔女嘛，我没做错啊，没坏的，是吧？站在这个角度是没问题。但是你买了一间屋你租出去，会是谁来给租？当然就是一个辛苦做工的人，是吧？新移民啦。或者係嘛？你好多華人都唔想租俾其他族裔添，租俾嗰個墨仔嘅話，等間佢揾好多人嚟住，租俾印度佬，佢又唔知道整臭佢間屋，因為住好多咖喱，租俾白人，等間佢又話，奶貓唔夠租，租俾黑人更加唔使諗，咁啊，都係租翻俾華人啦，咁樣啊，新移民唔緊要啊，佢又唔會同我揾律師嚟搞我。係嘛？叫佢走就走噶啦，乖乖地。咁啊，好多人佢哋嘅諗法係咁樣。咁呢啲人佢哋係咩人？咩人嚟咧？生活嚇，生活每一個月即係新移民啦，嘅三分之二啦，我諗大概嚇。而家個租金喺灣區咁貴，唔止添啊，分分鐘三分之二啦，咁樣就係佢揾可能6000蚊，可能4000蚊交咗租噶啦。
咁啊，老婆咧唔會揾得多啦，係嘛？有兩個仔女啦，咁又要讀緊中學啦，唔會去讀嗰啲咩私校啊、名校啊咁樣噶啦，係嘛？讀嗰啲公立學校啊，慳飲慳食啊咁樣啊，到佢十五六歲個仔女啊，你哋都揾份 part time 幫下屋企啦咁樣。因為我都經歷過啦嘛，呢啲環境係嘛，大家都經歷過。咁喺呢個過程裏邊，佢哋係長年累月噶噃，係嘛？唔係一年、兩年、三年喎。可能五年、十年，佢哋都未能逃出呢一個咁嘅狀況嘅喎。咁真係可能儲到啲啦，咁樣啊，去一個短短嘅旅行啊，去個 Vino 啊，或者去拉斯維加斯，已經好快樂噶啦。啊，呢個人生，呢個就係真值嘅、真正嘅、真實嘅人生。咁喺呢個人嘅即係生活裏邊，佢會覺得好唔抵噶。我揾咗個錢。咁多年啦，我都係幫人哋供緊間屋。咁喺一個站喺一個收租嘅人嚟講，係咁噶啦。我揾到個錢，我收租係嘛，冇錯嘅係嘛。兩邊都唔係有錯嘅係咪？咁係事實就係唔公平啫嘛係嘛。咁但係我而家唔係講現實嘅問題，我而家講係呢個陰德，即係內裏積陰德或者真正嘅人生嘅呢個。我哋如果睇人嘅表面，今日我哋所做嘅每一样嘢，有 credit 啦，有你嘅银包里边嘅钱啦，啊，呢啲都可以用智慧可以去解决嘅，啊，你越叻，你就可能会越多钱，啊，好简单嘅，系嘛？例如你比较冇咁叻，你差啲嘅，你嘅钱就自然可能会少啲噶啦，系嘛？会计师一般都几有钱嘅。係嘛？做經紀啊，做買房地產經紀嗰啲，一般都比較有錢啲嘅，因為叻啊嘛，係咪？英文又識，係嘛？計數又叻，係嘛？咁唔會難到佢，有好多嘢。啊，呢個係人生上邊你嘅勝利，但係真正嘅人生裏邊，可能人咧，我哋有個靈，我哋叫做積陰德嘅呢一樣嘢咧，係點樣去做呢？就是你而家所做的生活里面的这个细节，都会令到你的阴德是有损或者有德的。如果譬如我再拿回这个收租的这个人的状况来讲，这个人他收租长年累月十年他都收租了，买了一间他就 OK 了，可以继续买多一间，找到的这些钱他就给小朋友自己的仔读个私校了，啊，著就著最好的啦，住就住最好的，用就用最好的，咁啊喺呢个人生里边，基本嚟讲咩都唔缺噶啦。咁变相啫，我哋睇到其实等于系过往嘅古时候嘅财主佬。古时候嘅财主佬系点样？因为你有家族嘅生意，啊，你本身你开个有一個錢莊、啊、你本身有一個即係好好嘅根基，好多人都冇辦法冇機會，一定要幫你打工。佢哋所做嘅最大得益都係歸你嘅，佢哋攞到嘅就係啱啱好夠佢自己温飽。只不過而家我哋睇到嘅係唔同咗嘅方法，佢哋真係啱啱好夠自己温飽，佢哋間屋都唔係屬於佢哋自己，住咗十年都唔係屬於佢哋自己。哪一个人是剥夺了他的自由，剥夺了他应该所拥有的，而他是不断不断付出他的努力，这个人他不断不断付出他的努力去寻求他所想得到的。当然有一天他都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现在是自由国家，他可能找好像你这样找到一个钱，跟着然后他买一间屋，然后他可以租给其他人，啊，又反覆又会循环，又会变翻好似你嘅咁样嘅性质。但系你又要谂下，你又可能有一日你好多嘅钱
交俾你嘅仔女嘅時間，佢因為唔生性，因為一個唔小心識咗壞朋友吸毒啊，食白粉或者任何嘅問題，或者佢身體有個毛病，令到佢失去曬所有嘅嘢。你所揾到嘅嘢係唔係可以保障到你嘅仔女可以永遠都揸住咧？唔係，呢個所講嘅就係呢個陰德嘅問題。今日我就係想同大家傾，就係關於呢一啲咁嘅問題啦。咁啊，有啲人就問，即係話啊，我哋唔好講太遠啦，我哋講即係點到即止嚇，將呢一個即係玄學方面嘅一個解釋。如果你意會到嘅，你就意會啦嚇。如果你意會唔到嘅，冇緊要嚇，你當呢個係一個好似開心講笑話嘅平台咁，大家聽下就算數。有啲人就會問，即係話呢個九雲裏邊就係用咩方式嚟到去對待佢咧，係最好咧？九雲其實好簡單嘅，九雲你做行業咧唔會好多啊，你一係你從事嘅軍事咧，軍事方面啦嚇，做賣下軍火啊嗰啲之類啦嚇，唔犯法嘅就 OK 啦。咁啊，一係咧你就係做眼科啦嚇，我頭先已經講過啦，可以俾啲仔女去讀眼科，包保你有前途嘅。一係你就做醫療嘅。啊！你去學個中醫啊，或者學個西醫啊，啊或者嚇、啊、最好唔好做護士啦，嚇、啊，因為嗰啲唔叫做係做醫療啊，護士啊，等於好似做服務咁樣嚇。咁、啊、你真正入到去做醫療嘅，我亦都唔覺得做 pharmacy 係做緊一個醫療方面嘅 pharmacy， 因為佢分藥啊嘛。咁而且你每一日又要對住咁多個化學劑啊，又要日日就係咁樣對住嗰啲藥咁樣，好悶嘅。我唔知道有啲咩人係可以真係去咁嚇、啊、喜歡去做嗰個行業，去特登去讀嗰個行業咁樣。咁所以嚇、如果可以嘅話，寧願做個獸醫嚇、啊，即係我覺得嚇、啊，即係因為你有興趣，你覺得唉、哎、幫到啲動物啊咁樣嚇、啊，醃下隻貓啊咁樣都有啲 challenge 啊，係咪啊？你即係起碼對住啲活生生嘅嘢咁樣，但係你話對住啲藥，即係好似冇乜意思。咁所以醫療啦，係嘛？咁啊，任何可以燒得著火嘅嘢嚇，你記住可以燒得著火嘅嘢。有啲人就成日問我：喂，呢啲木材係唔係？我係咁啊。你紙張係唔係？係咁啊。仲有啲咩燒得著火㗎？咁樣鐵嗰啲咪唔得咯，係嘛？咁你油啊、電油啊、加油站嗰啲啊，燒得著火啦，係嘛？咁啊，總之反正係屬木嘅嘢啦，燒得著火嘅嘢啦，係嘛？咁啊。唔好做啲屬水嘅行業啦，因為屬水或者屬土嘅呢啲行業，即係好似地產啊呢啲咁樣，佢會突然間停頓咗。咁喺呢個九紫離火雲裏邊，就好好地利用咗佢，咁啊好好地利用個方位，又好好地咁樣去學好咗自己嚇、啊、風水嚇誒、陰積陰德嚇唔、啊、讀書嘅呢幾樣嘢。咁唔係話。嗰、那個九紫離火運你就一定當衰嘅喎，有九紫離火運我哋經歷過噶啦嘛，係嘛？早喺係嘛100多年前嘅時間，我哋都經歷過。咁啊，一樣係每一個時期都有一啲好好嘅人，係嘛？即係好好嘅家族啊，做好富裕嘅。每一個時期亦都有大量嘅人係就算好都可能變到唔好嘅。點解咧？係嘛？可能我呢兩集我已經將大部分嘅嘢已經講咗俾你哋聽，但係你冇留意聽，咁就閣下自己啊隨緣啦。咁就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咁啊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多謝。